是不知道江明月是怎么死的。是我，是我杀了他，是我亲手将毒药灌进他的嘴里。是我要杀了你，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团转，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连我受苦如今的三刀，你也捅得下去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殿下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没错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同那拿金子一样。今日姑救了娇娇，什么是人命？